近一点，它才会颜色才会漂亮啊。这纸已经不是很干净，没关系。有没有？如果你跟老师一样哈、哦，忘记留白，弄得脏脏的，那你就来用这个调黄色，就盖得过去了。那旁边有一点那个晕开没关系。那月亮上面很多东西嘛，啊，这个太深啊，可能要刚刚那个橘色一点点，加一点点绿的那一个咖啡色就好了。然后呢，点上去很多吧，嫦娥啦，嫦娥他家，然后树啊，兔子啊，陨石坑啊，好吗？点一点，让它自然的这样子散开，这样就好。好，所以这张很好玩的是玩那个水彩的那个用法。OK 哈，好。